2021最正大学排行榜，文藻吧，淡江感觉蛮多正，淡江这些台大朋友蛮漂亮的，台大蛮多正妹的，自己人超赞，武大帅哥很多，这妹子也蛮多的啦。一起上学吧！今天要干嘛？耶、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西门町。我们今天要做的街访呢，是2021最正大学排行榜。对对对，究竟哪一些大学会上榜呢？那我们就 go go。那为什么不是帅哥、如果有帅哥的话，可以报名，赶快在下面推荐我们，我也想找。OK， go go。就是我们现在在做一个调查，就是2021最正大学，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学校的女生比较正吗？啊，我们只是什么都看帅哥的。OK， 好。那你们推荐一下，你们觉得哪一个学校帅哥最多？帅哥吗？男生哦，辅大嘛，辅大帅哥很多啊，可是妹子也蛮多的啦。就是我虽然是看男生，但女生还是会看的。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心目中哪一所大学的正妹你觉得最多？文化吗？文化，你们两个是文化吗？那你们在 IG 最用哪一个方式是文化的？然后你觉得想推荐一下？米娜吗？米娜哪个喜欢米娜这样？请问你们觉得哪一间学校的正妹最多？我觉得辅仁大学。辅仁大学，你们心目中哪一所大学的正妹最多？有东吴大学的。东吴吗？对对对。说东吴，那你们有？我不知道。那你们是哪一所大学？是哪一所？深东吴。深东吴，所以他们才讲东吴。推荐哪一个大学比较多正妹吗？一定是辅大啊！大家不是从高中、国中就开始说辅大就是最多、最热闹的人？就算是刻板印象。对对对，因为辅大不是就很多会计系啊，又或者是什么，然后很多女生就都会去读那种系啊。对对对。那你们有追踪的名单吗？追踪的名单哦。其实你这样一问，我还真的不知道。现在刚才女神是郭幸存啊。郭幸存。对啊，举重女神。嗯，没错没错。就是我们刚刚抓到两个美女，所以我不太想站在她们旁边。我想这样问，我想这样直问问题。哎，我在她们旁边很矮，我以为我很高。所以你们现在好棒。对啊，我不想啊。你们是不是模特啊？其实。我就知道，我刚刚这个眼睛就看到，不是凯沃，不是多利安，多利安，公报，对，我好厉害哦。那我想问你们，等一下，我也是。那我想问你们，有没有心目中觉得哪所大学最多正妹？应该文藻吧。文藻，那你呢？你觉得？我觉得淡江感觉蛮多正妹。淡江，对。你刚刚去文藻有没有？没有找到。淡江，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。有。哎，是你是很快走的，我有拒绝，因为那时候感觉。我想起来了，有，我想起来了，然后我说，然后我跟你说很可惜。玉贤，后面有个很帅的那边帅妹走过来。拜拜。拜拜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明明就没有去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大学正妹比较多？说我不行啊！你说没？我什么大学？哦，你什么大学？中央。哦，好，中央，中央的妹子很多。OK， 那你没有 IG 可以交，可以给我们吗？都可以啊。都可以吗？那可以借我们拍一下你的 IG 吗？好。应该说不行。当然，我刚刚抓到一个同学，知道谁吗？不知道，给我去看文化那一集，就是我们的任命的蓉蓉。然后大家都知道吗？我已经说了文化那一集。那我们今天要接访问你说，你有没有心目中觉得哪一所大学的女生最正？对，我觉得私心文化大学。那不私心的呢？我觉得辅仁也蛮多，辅仁吗？对，辅仁。那你觉得哪个文化的或辅仁的哪个有 IG 给我们看一下？就是他最正，正到一个爆炸。对，就不推不行那种。就他就拿凯莉的出来。对，任命的官方账号拿出来。辅仁的话有一个，他是 model， 卢嘉安哦，卢嘉安。好，2021最正大学，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大学的正妹比较多吗？
文化吗？文化。文化。我其实有一些台大朋友蛮漂亮的。有 IG 吗？有上过黑男。哦，台大的吗？对，台大的。节目中觉得哪所大学最多整的？福大的。福大。那你们是福大的吗？不是。我以为他们又要推荐他们学校了。然后心目中排行就是正妹最多正妹的大学。最多正妹的很难说哎，福大淡大，嗯，名传也很多，名传要看，那你们觉得 top one 一定要选一个，一定要选一个的话，淡大，没有动物，为什么要动物？动物吗？可是你刚完全没说到这个选项哎，我打个岔，现在突然想，我们明天会上个片，就是在端午找正妹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大学的女生比较漂亮的？智理呢？啊，那你呢？我也是智理。智理，你呢？建信。那你有没有追踪那个学校的人？就是你们觉得比较漂亮的人？我之前有一个。哦，好。那是喜欢他什么？是觉得哪一部分吸引你去追踪？长得很有气质。长得很有气质。OK， 所以也是智理的。对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请问有没有推荐的最正大学？智理，因为我是智理人，智理人超赞。Oh, okay. 有心目中觉得哪一所大学的女生最多正妹吗？正大吗？正大蛮多正妹的、啊。正大一票，叮。正大一票，那你们我台大。台大一票，叮。这里。啊？文大吗？文大，叮叮。好，那你呢？你有觉得吗？什么？他是金国啊？金国？嗯。哦，知道金国。2021最正的大学，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学校的正妹比较多？北商都是女生。哦，北商都是女生，那你呢？辅大的妹好像蛮多的。那你们有追踪名单吗？啊，没有、欸，好像没有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们有没有心目中觉得哪一所大学最多正妹的大学？你会抽中？文化大学吗？淡江大学。那你们有追踪哪个文大或淡大的女生？哦，那个打传说的手表哪个？哦，小丽啊。对，你们觉得哪一个大学的正妹最多？猜辅人。你猜辅人？辅人，那你呢？辅人一票。你呢？不知道，正大吗？因为我家住正大。哦，那你们有没有正在追踪那个学校的谁？王美之类的？台大，台大法。你有正在追踪的吗？有啊，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林海。哦，我知道这个。哦，所以你推荐他的原因是什么？没有推荐，是因为刚好追踪。哦，刚好有追踪他。心目中觉得哪一个大学最多正妹？啊，这一个。所以你们两票辅大是吗？所以你有推荐哪一个追踪的？就是辅大的。漂亮女生，然后给我，那我不知道。OK， 我自己。OK， 可以给我们。可以给我们你的 IG 吗？可以啊。好。耶。你是织品的吗？还是？哦。好。那一天林采钰就有讲他们织品系。哦，织品系的妹啊。请问你们有推荐哪一个大学正妹比较多？实践大学。好 ，OK。这是之前住的大学的。对，我们访问到的。大家好，我叫敏琪，然后我是修运的二年级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你们心目中哪所大学正妹最多？福大。福大。我也投辅人一票，福大蛮多。三票福大，你们？直接三票福大，差不多吧。都是福大，你们全部都投福大吗？对。真的假的？好。你们有没有心目中觉得哪所大学正妹最多？我觉得文化蛮多的。文化吗？文化一票。对。那你们其他的？我辅大的。辅大一票。那你？辅大加一。辅大再加一。我是文化。所以文化两票，辅大两票。打平。那你们有追踪哪个辅大还是文化的女生？你们觉得超正，然后想要推荐给我们频道的吗？你很多。很多。好，很多手机交出来吧。交出来。琪琪。你是不是想要追人家？对。哦。那你要不要对着镜头跟他告白一下？你爱他吗？我其实我爱你。你们觉得有哪一个大学正妹最多？最正大学。对。
应该是文化或辅大吧。对，文化或辅大、嗯。那你们有正就是追踪那个学校的哪些你们觉得漂亮的人吗？我有追踪辅大有，辅大有。好，那你先可以借我们看一下吗？哦，你推荐他的原因是什么？推荐他的原因哦，因为他蛮搞笑的，蛮搞笑的，就而且他其实蛮不顾形象的。哦，对啊，这女生，然后因为他很非常自然，然后也很活泼，就很做自己的一个女生，很然后他比较欧美。欧美的欧美，对，就是要喜欢晒有点微那种微骨对，跟他蛮相似的那种类型。对、oh, ，OK OK。好，哪一所大学最多正妹吗？因为你要投一个吧。我投辅大。辅大一票，那你？淡江一票。你们两个都投淡江，两个淡江，一个辅大。请问你们有没有觉得心目中就是最正的大学，你会投给哪一所大学？台大吗？那你呢？淡江都是母校，然后这里是淡江一票，台大一票。那你觉得哪所大学正妹会最多呢？我觉得就是中原大学。中原大学，中原大学的谁呀？就是有一个李佳欣哦，就是有一个，这个是我李神经，李神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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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老婆，请你不要生气。我们的最正大学也在这边结束了，没错没错。好，我们的榜单在这里，对，看一下好不好？呀、yeah, ，然后我们的第一名是辅大，第二名是文化大学，文化大学，然后第三名是淡江跟台大并列，对，其实台大也是真的是蛮多书香正妹的，没错，又聪明又会读书，对，没错啊，真的是羡慕啊，对啊，好，那。大家觉得就像我只有聪明，真是的。反正大家如果还有觉得什么其他想要补充的正妹，也可以在上面留言告诉我们。嗯，对，然后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多多留言，下次见，拜拜。